6年前我来到北京，第一次逛胡同，吃羊肉串，游览北京名胜古迹，探寻中华传统文化。我很喜爱这里，我跟北京很有缘，尤其是长城。我在这里认识了我的女朋友，也是在这里向她求的婚。长城象征中华悠久的历史，也见证我们永恒的爱情。2008年，那个难忘的暑假，作为一名奥运志愿者，与中国同伴一起工作，是我深深体会了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梦想。2009年，60周年国庆时，作为外国代表方阵的一员，我为强大的中国感到骄傲。人挪活，树挪死。我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为了入乡随俗，跟中国人打成一片。你会做吗？在家里会做吗？萝卜干。我喜欢认识我新的朋友，我喜欢多交流。我可以从每一个人的身上学到东西。你为什么你带我到这儿来呀？我的未来就是在北京，我想跟北京，跟石景山，我也想一起发展。可以。